亲友们组建一个群，专门发布施我们佛法知识，有些人又把自己的亲友再加进来，请问组织这种群算不算渡人？可否提倡这种方式做？很多新人在群里面关注我们的佛法布施，但是不开始学习念经，也不反对。请问这种情况，群组会不会背业？该如何处理？是否继续坚持法布施，等待他们佛缘成熟，还是请他们出群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建立这个群，度自己的亲人也是度人，度我们的有缘众生也是度人，都没有关系，都可以跟他们保持一定联系。他可以不先念经，但是他至少明白这些道理。我们学佛要循序渐进，我们很多的有缘众生都是慢慢学的。我想问你，过去你也不学的呀，有人来度你的时候，你开始也不相信的呀，你为什么现在会这么相信的呢？因为你缘分到了，你佛法无边的光芒让你感化了，所以你必须要更努力的去度人，家人也要度，外面人也要度，意大利人也要度。师父慈悲开示。谢谢你哦，感恩师父。我代表意大利全体同修，希望师父早点到意大利开法会。要到意大利去开法会了。师父就是忙不过来。好的，冲着你啊，师父会考虑的啊。感恩师父。你不知道学佛人多可爱多纯洁的，你把人家都当成好人，当成菩萨，你周围没有敌人。是你。